这个中南部小连续落大雨，伫个苗栗个万里是有土石流灌入去人家厝，规个厝内底是乌苍苍。另外嘛，有人个厝顶去有树啊掉下去。啊，这个泰安乡是有土石流流到这个中桥道路顶，车道拢是落个满，这道路封起来，所以即阵啊，咱个乡亲若要到山区，都要注意道路个状况。哇，整个摊下来啊，连墙都不见了。苗栗万里镇土石流冲入去客家，看卖这街壁倒落去，一大块一大块红砖啊！有谁在那边住啊？就是我姐姐。那她有受到惊吓吗？有，她听到声音，一听到声音就已经滑下来了。当时厝内有一名妇人，人已经一条好佳哉，人无带。另外，太阳乡中桥道路是发生土石流，规条道路拢是黄土，加一个树枝。警方接到通报，赶来现场为封锁线。目前中桥道路还阁是封闭的状态，至少得爱两天才会当恢复通车。提醒民众，若是要到这南山村的，爱改行梅兴道路，或者是对道南出入。